是删掉。就家己谦卑，伫主诶面前，伊就要高升恁，亲近上帝，伊就亲近恁。人对我讲，咱来去邀我诶厝，我就欢喜。这是邀我所定着诶日，咱要伫即个中间欢喜快乐。就会来平安，咱拢是耶稣复活所赎回的百姓，咱啊领受新的生命，就是活在个性个外头啊，无忘上帝恩典啊，引出予咱现在真侪搁较亲像耶稣的人，咱参加这个用这首歌来欢乐咱的主。我的心赎回。Thank you.
心我心里，哦，我祈求你，愿心我心里，哦，我祈求你。Thank you.
谢你在过去一年的带领，主啊，你这个在这个岁月，我来算，我来想，想着你万新秋的稳定，万顺利了。主啊，而且变成我的感谢，我欢喜你听我的祈祷，我顺流修顺，拢在上帝你的带领中间，你着好的医疗。我来听起上帝你的稳定啊，和建议生产监管，老母家庭拢一个稳待。做完这时也献出阮继续的代祷，阮小小了，阮兄弟姊妹中间，有人身躯欠安，有人心智衰弱，有人烦恼，有人也为着每一个人家属，阮的爸母、阮的兄弟姊妹，来伫遐忧愁，来伫遐烦恼。主你知阮的需要，主你知阮的欠缺，我们一届。天生将这代志传到上帝的面前，求你听我的祈祷，以及说服岁月，我来算你的稳定，真正到完了。主啊，继续仰望你的扶持，继续仰望上帝你的带领。主啊，当时阵，我甲这份听你亲爱到主的面前，将我对主领受的一部分。来献上伫你的面前，求你来接纳阮意味的所求。主啊，求你能教阮每张记得，阮今仔只敬拜，真正有上帝的亲自教阮讲话。你的眉目正做阮的需要，你的眉目正做阮的安慰，你的眉目正做阮的快乐。我既然到主你面前的人，拢有上帝伊家己的听，教阮张记得，主我来感谢。都是要送流行的去啊，下水。那这时这位来朱德文，用朱德文来祈祷。我伫今天被我念名信，你的无领导，你的进你之前，你的进天，我的心也你无法下辈我的无，我下辈无的人，我的专注气。一个人特别的歹，你的国关的天都拢是你所有，到台台都是阿门。
家生活已经水的站立。啊，这是要领受上帝话，上帝话记载在创世纪二十一章，啊，要对二十二节，看下三十四节。啊，所以咧，来听上帝话。彼时，阿比米勒甲伊的军长回家，对阿伯喊讲：既然你所行的事拢有上帝保护，我愿甲你如今伫遮指着上帝对我咒诅，毋通欺负我甲我的囝子、囝儿，连我的囝孙，我安怎好待你？你也照样好待我。甲你所寄居的这个所在的人民，阿伯拉罕讲，我情愿咒诅。早前阿比米勒目前霸占了一口井，阿伯拉罕对这个事指责阿比米勒。阿比米勒讲，之前做这的事我并不知，你也无甲我讲。今仔日我甲听去，阿伯拉罕就个就把牛甲牛和阿比米勒。两个人就安尼入用，阿伯拉罕甲七只母羊羔放伫另外一个所在。阿比米勒问阿伯拉罕讲：“你甲这七只母羊羔放伫迄个所在是啥物意思呢？”伊讲：“我要对，你要对我的手接受这七只母羊羔做我补这个这口井的证据。”所以。伊把迄个所在叫做伯西巴，是因为连续的井的意思。因为因两人伫遮咒了诅，因就伫伯西巴入了狱，阿比米勒就甲伊的军长回家，起身转去回书的所在去了。阿伯拉罕伫伯西巴去种一丛柳树，去伫遐求叫耶和华应现上帝的名。阿伯拉罕离开伊厝人的所在，寄居真侪日。晚上会祝福听伊话的人，咱一时要将伊的时间到牧师听正道的题目是我的。感谢大家平安，咱作为人心来祈祷。听完了做完来到你面前，你祈祷，帮助你输赢。利用这段时间，透过你的劳苦，帮助阮对圣经内面，不是变这条新的学习来看。愿主你跟阮三个同行，多谢你，人生祈祷，我也所祈祷圣灵。我自细汉，我就知影讲，因伊有一句话讲 ，You were born with a silver spoon， in your mouth。这句话意思，因为人一直甲我讲，讲你是迄种出世吼，就安尼嘴干迄落银做诶迄东西吼，来用遐个饲大。我自细汉就知影这样代志吼，我无一定感受会到，总是我一直知影这样代志，因为侪侪人安尼甲我讲，我诶老母一直干都安尼甲我讲。我连我学校的老师嘛安尼甲我讲，我想加减可能阮老母有意无意就干嘛，互老师感觉讲，阮这个囡仔吼，较特别，你较特别吼有真侪意思吼，或者较含班嘛是较特别，需要较人，人较侪关心，较用较侪时间吼，才有法度。知影家己真特别，但是无一定感受会到。一直到到有一天吼，发生啥代志，我才发现哦，敢若即个即种个广告，敢若有一寡效果款哦。就是讲吼，有一天我有一个同学吼，伊做啥物物件，我嘛已经袂记。伊就早前做稀奇个物件来啦。在学校，啊，就足欢喜，啊，就，甲别人分享嘛吼。啊，阮老师看到，讲，你怎么有这个东西？你太敢偷听，哦。
伊都 assume 吼，伊都感觉这一定是你有病的啊，吼、哦，伊都安尼讲嘛，吼、哦。其实像我刚刚做大理，我嘛 ，I wish it was mine， 哦。Confession time，confession time。老师安尼讲吼，我刚刚嘛顺这个时空，这个就是我。我的同学哦，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想这个事，哦，或者讲哦，上帝话哦，有当时啊，就是对你讲话哦，会叫上帝定你啊。我感觉圣经上界趣味就是这样。我想倒转来，咱嘛圣经讲的吼，这个咱故事读煞的时阵吼，写讲阿伯拉罕吼，伊犹原去敬拜上帝。All at the same time， 我想想，我刚刚嘛是安尼，我当这时啊，我嘛讲，因为阮全班干我一个是基督徒，吼。你唔通误会我意思嘛，我咧讲这個，我唔是干做 proud 的讲。I am ashamed of what I did。 我抓这项事情做见证，但是无一定要反省，以前就是家人买卖，又逃过一劫。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想足多吼，过去我想到古早的代志，早都已经忘记了的代志，伊会阁记起来。咱若用时间就在上帝的话里面哦，敢那一个电火哦，照到迄个上界黑暗的所在，过去的代志伊会好记。这段圣经哦，咱其实甲头前哦，的故事爱连做伙。在二十章的时阵，咱看伊阿伯拉罕伊又搁离开迄个上帝应允伊的遐迄个所在。伊去归里苏人的所在大吼，伊个所在王叫做阿比尼勒。第二十章时，咱有看见讲伊用欺骗的方法吼，伊第二遍为我做大事，结果害迄个所在人吼，我实在讲变未生吼，因为上帝对这样代志生气，讲啊，该你罚就丢了吼。啊，对安尼，因大家。落尾知影了，足惊的。啊，中啊，差二十一章头前迄部分，就是讲，虽讲安尼，上帝对阿伯拉罕的应允哦，讲你要有会当家己生家己的囡仔哦，伊永远可以有这个应允的这个囡仔，我那出世。啊，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咱读的这段，所以这是。咱有误会吼，咱中间弟兄嘛常常讲，即叫做 literary sandwich 吼，就是讲一个故事拆做两面，啊中间插一段另外一个故事，啊重点是迄个中间迄个吼，啊今仔日读这个后边这段吼，爱搁较头前迄个连做位，就是因为伊头前甲人骗，伊今仔日。阿比米勒带伊个军长来找阿伯拉罕讲：“伊意思是讲吼，我知影你是白贼啦，你这人嘛无咧偌好，总是吼，恁迄个上帝就徛恁迄边个吼，所以我输你啦，我输你，你拜托你敢利用，你唔通搁欺负我，你爱老实对我，因为恁迄个上帝太厉害。”唔通欺负我，唔通欺负阮迄个囡仔吼，甲阮个后代，你爱老实对待我，参像我恩待你同款。我予你出在我个土地吼，我个国土，我就讲啊，我之前就讲啊，你要爱带倒带倒，出在你吼。啊，伯拉罕讲，无问题啊，即卖是拢伊赢个啊。哦，I'll do it。
性病情处理吼，叠加医疗以八项供，即、這个马上个 complain 吼、哦，complain 讲，以前吼、哦，有一个古字吼叫人唱字，啊，即翻译吼小可唔对啊，25节，迄原文吼、哦、是 then Abraham complained to Abimelech about a well of water that Abimelech's servant had seized. 了后阿伯拉罕甲阿比米勒 complain 吼、哦，甲抗议，抗议啥？抗议关系阿比米勒的请的吼，伊下骹遐人占的一个古迹。这无啥，这甲咱的翻译无啥同吼。阿伯拉罕确实有甲阿比米勒 complain 吼、哦，抗议。啊！伊抗议啥？伊抗议讲，你的萝卜霸占一个一口子。换一句话来讲吼，这规句拢是阿伯拉罕的 complaint。这咱汉字版吼，即、這个和合本的，即个翻译吼，无正确嘛吼，因为伊写是讲。以前阿比米勒的萝卜霸占一口井，啊阿伯拉罕为了这项代志拒绝，这无共款吼。和合本写的吼，会予咱感觉讲阿比米勒的萝卜霸占一口井是事实的吼，因为伊看起来敢那是讲故事的人在对咱讲话，其实原文以前咧写，伊是写阿伯拉罕就该抗议，啊抗议啥？抗议讲你的萝卜霸占一口井。那这吼，这爱在做细节吼。看圣经吼，就敢看电影吼。看电影，我譬如讲吼，我纯粹这真重要吼，这是看圣经的方法。看电影吼，你若看到有人出车祸。出车祸了后，警察来问一头一个讲：“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”这个人就开始讲：“我头拄安怎塞车，安怎。”啊，再问第二个讲：“啊，恁两个是安怎相认？”第二个伊敢来讲：“哦，这两个吼，啥人讲白菜，啊嘛无你看两个拢讲白菜，你要哪知影？你都要看因讲的，甲你头拄啊看到的迄个电影安怎拍，你来做比较，对不？”电影安怎播，迄就是讲故事人，安怎甲你讲，所以讲故事人对你讲的，迄是绝对可靠的。啊，电影内面的迄个人物讲的物件吼，讲安怎发生的，迄个是相对可靠的。啊，你知影，你要知影讲迄是真的还假，你就要去对迄个绝对可靠的物件，对不？啊，真简单吼。同款意思啦，总是这个翻译吼，会予咱有一个错觉。咱的和合本讲，以前阿比米勒的萝卜霸占一口井，啊阿伯拉罕为了这档代志来改 complain， 这予咱感觉讲，阿比米勒确实的萝卜确实有影第过伊霸占一口井，对。但是你若看英语的吼，伊原文的吼，伊毋是安尼啊，伊是讲。Then Abraham complained to Abimelech about a well of water that Abimelech's servant had seized. 就是阿伯拉罕跟他 complain 那项事情，所以阿伯拉罕确实有跟阿比米勒 complain 为头到尾，总是无清楚讲这是真的。OK， 啊，咱来看阿比米勒的反应，伊马上讲，上座这样的，我唔知啊！你以前从来唔捌甲我讲过啊！哦，你我今仔才听到这样代志啊！啊，你明白喏？啊，你明白喏？那对伊的反应哦，嘛无绝对口口风，伊一定无做这样代志。但是至少伊抵赖吼，至少否认讲，
刚刚无这样代志啊，我都唔知啊，哦，我从来啊，你也唔捌甲我讲过啊，我今日才知影这样代志啊，安尼啊，怎么耍咯？阿伯来喊，都甲羊骨摕来交我阿 B B 咧，啊，这两项代志难难做伙哦，因为本来就要来甲伊讲，你就抓一记咧，一记是唔是来要，一记是。当初来，伊毋是要爱甲伊入狱啊！伊来叫伊讲，你就抓，你毋通搁甲我骗哦，吼！啊，你毋通欺骗阮后代啊！阿伯来喊，摕一挂礼物来甲伊入狱。啊，不过其实吼，这礼物本来就是阿 B B 的给伊的吼，你若看二十七最后钱啊，这礼物本来是阿 B B 的给伊，啊，你摕这来甲伊入狱。伊阁特别讲一项代志，讲啊，我只有七只羊啊，吼、哦，即特别甲囥喺边啊。啊，阿 B B 就阁喊嘛，家己甲问讲，啊，即是啥物代志？伊讲啊，我话你讲，即你爱接受，啊，摕即你来证明讲，迄口钱是我恶的，迄口钱是我的。啊，阿 B B 嘛喊嘛，哦，好啦好啦，即互我看见是讲哦。那是这口钱对伊来讲无啥物，唔是啥物重要诶物件啦。哦，至少伊无甲迄口钱看作是伊家己诶啦。哦，讲你诶，安尼，互你。即我想到啥物咧？即我想到中国，哦，中国一家拢讲台湾是伊诶哦，啊，拢要去人话，我感觉囡仔若是你诶，你敢袂伊？一定要叫别人承认讲，这个囡仔是我的，啊，够有必要。这口钱也是你的吼，你的就你的嘛。啊，若真正是你的好名嘛，应该给阿伯来喊的好钱啊，对。太无好，阿伯来喊的好钱，应该给伊蒙用，都要通过别人来证明讲这是我的。嗯 ，something wrong， 唔哪安尼哦。第四八，这是圣经。来，咱读故事到遐第二遍提到这个名，哦，咱调子读着，顶礼拜，第四摆有一个，本来就是古迹啊，哦，爱上吹着，下大吹着，迄下大吹着，下大敢若足够吹水哦，伊两边出去，两边拢吹到水泉，有注意，哦，伊头一边走一边，伊嘛吹到一个水泉。第二遍，这伊又搁找到一个水泉。那照来告诉他吼，确实唔是伊恶的，但是伊就讲，这个敢真条啊吼，顺这个事个讲，啊，这我的。阿伯来看吼，其实 ，is very shrewd， 哈 ，very shrewd， 足巧。想跳，想跳，因顺这个时候，啊，就变异。当这时啊，伊是一个军队上帝啦。那兄弟姐妹，我唔知你感觉喏，我感觉咱人哦，确实是想跳。我最近听到一件代志，我忽然间。错一条，我听讲吼，迄中国人吼摕一挂古董吼，啊，古董嘛，人真个也假个，爱开一挂钱先甲买来，啊，即个古董吼，你变啊，会变作大家人拢公认讲这是真个，啊，有迄个价值，你摕去 auction house 哦，摕去 auction house， 我请伊个。啊！你帮我把这卖掉，哦，啊，迄真出名的 auction house， 啊，伊就鉴定讲，啊，这应该是哦，啊，提出来卖，啊，伊家己去标家己的物件，哦，伊标用足悬的数字去甲标起来，哦，就啊 commission 付人10%嘛，对不？就是付人10%。啊！伊家己的物件标入来了，家己的钱出去，我你卖啊，那有差？啊，物件搁标倒转，
总是伊安尼过去了，迄、那个 auction house 甲出一个证明，讲这个物件价值偌清楚。唔是伊家己的，咱人吼实在是足够认真啊，咱们，啊，唔是我的，我甲讲做是我的。不过你想看卖吼，嘛无一定是遐个人个名。我会记得吼，我转去台湾的时阵。我头一遍转去啊，二十八岁。我在台湾住到十四岁离开，来美国阁住十四冬，头一遍然后转去，二十八岁转去。我找到我的 cousin， 然后我的小学同学吼，然后在东欧，大家人提出来内心提出来，我看了看，那不是壮的，就是淡的。我二十几岁，我哦，那呢？哦，啊去公司看，啊One man company 哈，这是这嘛是咱台湾特有的精神哦，我看拢中小企业，啊，大家拢安真厉害。总是后壁咧，愈来愈奇怪，嘛是奇怪啦吼。其实吼，嘛不一定是白菜的啦。我落尾转去哦，看迄面试哦，愈来愈侪 title， 什么？什么都为当初都为什么哦？哎，哦，做过什么秘书什么哦，一堆呀、啊，哦，什么拢有，啊、哦，啊，有当时啊，那个，学位嘛是吼、哦，哦，去到位进修啊，足侪啦，只要我若有卡着，小可卡着一点仔，我就要写。有必要安尼？我感觉真趣味吼，就是讲，咱人需要干那较侪、较侪、搁较侪。嘛有滴较，你嘛捌因为做过研究吼，我知影早期有真侪留学生来。我是落尾对各家学生做的员，有当时啊，伊来 complain， 迄研究拢我做的吼，结果去发表是阮阿歹做，吼，迄 credit 拢要退去啊嘞，吼，气到要死。总是有当时啊吼，过去有这种经验，落尾家己做教授的时阵吼，哎，同款安尼，吼，哎，学生做的伊嘛是较巧个，吼，变做伊家己的 credit。但是为咱呐，天要安静，徛在伫上帝面前，学习谦卑吼，知影讲有遮个物件，有遮个 credit 吼，是上帝恩典啊。无唔对，我有骨力拍拼，我有斗志，无对个我是无到边啊吼。有啦，我有参悟啦。总是伊有蛮是上帝恩典。咱家己若看无清楚，别人嘛看甲足清楚的。我想阿比咧看甲足清楚的。你这人，你著白猜啦。总是我惊你啦，我惊你。因为别人看到足清楚，迄是上帝稳定啊，迄毋是因为你外劳啊。上帝甲你三格同在啊，总是咱是相信上帝啦，咱要怎活出迄个真理，活伫个真理内面，甲迄个真理活出来。也是相信我的，也逐天甲人计较讲话，也相信我的。
迄、那个约束的困难吼，应该爱对内面来，上帝嘛无爱别来啦。上帝敢徛在边啊？你有发现无？这个故事对头到尾，吼、哦，咱若看甲当作是电影还是舞台剧，上帝无出现，伊敢若伫迄个故事的后边，上帝咧听啊。期待咱家己会当归向上帝。有当时啊，咱嘛爱做调整啊，甲做学习。咱对家己是毋是这种期待？咱若感觉咱是军队上帝啦，咱应该是这个社会的模样啊，站伫头前的人。所以咱对家己爱有这种期待，咱对迄个带头的人，敢若嘛爱有这种期待。我记得顶边在选总统的时候，甲人讨论吼，甲人开讲的时候，有讲到这个有一个候选人吼，因为伊以前拢参务伫个这个立法的中间。啊！你若看伊的记录吼，伊对头到尾拢无犯法，纵使伊无纳税，因为伊太了解迄个立法了吼。啊，伊后壁阁有一阵律师咧替伊做代志，伊赚遐尼侪钱，纵使伊拢无纳税，但是找来找去，伊拢无犯法，哦，伊无。但是选这种人来做总统，特别是美国的总统，影响力真大。这安尼敢那无智慧啊！因为徛在这个所在，咱对伊有无同款的期待，搁较宽的标准，唔是无犯法就好啊，是伫伦理道德、伫信用顶面。用迄个标准来咧，但是因为你甲我是毋是有共款哦？用即种个标准来看家己，我想即、這个咱的信用对咱的期待，上帝对咱的期待，敢那也是安尼啊？是不是？你若误会我的意思啊，我毋是讲摕这来牛别人啊，吼讲啊，即个张路安怎？即、這个牧师安怎？即个教会大概是摕来牛咱家己的。上帝嘛，敢那无摕一支枪，一直要扭阿伯拉罕，伊有可以知影，总是期待伊家己会当，要对家己有这种较悬的期待。愿主帮助咱啦吼，予咱伫个信用生活、生活甲信用会当建立做伙，咱做伙来行头前的路上，知影讲上帝稳定教育咱伊。总是上帝对咱是有期待的，咱家己嘛都要对家己有这种期待。我知影咱对别人一定有真侪这种期待，但是咱是不是看会当对别人放下较轻松的？因为上帝，咱要学习的对象就是上帝。总是咱来对家己有一个较大的期待，咱作为人先来祈祷。听完主办的上帝，我搁一遍向你求讨。愿你赏赐阮气力、勇气，将阮所知影、学习的，甲活出来伫阮日常的生活顶面。多谢你，同心祈祷，靠主名，阿门。Oh
信心的光彩，跟咱进来，非常的对，对，即时跟一切来。